今天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三位藏传佛教的高僧来谈谈佛法如何来解决社会的问题。首先，我介绍一下，他是曲望格西、仁增仁波切，还有丹杰堪布。我是郑正华。首先要谈到的是最近发生在台湾一件耸人听闻的事件，在台北八里这个地方啊，发生了双尸命案。命案的主嫌还是相当年轻的，20多岁的一个女孩子，竟然是为了钱，也为了情，杀死了一对夫妇，而且手段相当的残酷，把他们杀死了以后还分尸，还拿去埋葬。所以我要请三位大师来谈谈，佛法如何来看待金钱，以及看待感情。我们首先先请我们格西来谈一谈。首先，我们那个刚才老师所谈到的那个三尸案的，从这个角度来去看的话，当然是我们佛教里面最强调的，就是说不要去贪着。当然是那个，就是再次的这种的发生，这种残酷的一个不幸的事件，就是案件跟完全是个人拥有的一些贪着是密切的关系，这个就是一定的这样子。为什么呢？我们就是通常贪着，佛教里面所谈到的，就是贪着这个不要去贪着的意思是贪的意思，它本身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心所。通常我们讲贪的，它的定义来讲的话，比如说，它就是什么样的产生什么样的作用。它如果就是我们去尽量去贪着的话，它所造成的结果是怎么样？所以就是佛经里面所谈到的，它的结果是非常的清楚。那我们当然了，我们刚才所谈到的就是贪的，就是说对于自己的对境超越真实的一个超越真实的应该是超越真实的一个正义而去贪着。这个超越真实的，就是原因是什么？贪的就是它的本性，就是一个心所的部分。它的作用就是说，我们在内心现起了一个贪着的时候，它紧紧的抓住自己的对境。对境就是本身是成本没有那么高，但是你就是安利为这个是本来就是很好的、很美的，所以就是它的无限的膨胀。那这样的紧紧拥有这样的，我们在内心贪着现起的过程里面，当然是我们就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永远都是随着贪心而做出了很多错误的事情。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这个里面我们刚才所谈到的，就是贪的结果，当然是我们就是贪是一个在内心拥有的一个新的心所的一个部分。如果我们就是说，通常我们讲一定要就是满足自己。当然是我们就是以佛教的观点来看的话，贪跟我们满足的心是敌对的。一个人的心中拥有，所以某些事情你就是满足的心，拥有满足的心的话，不会有对它产生了一个贪着的心来，这两个是敌对的。那这样的，我们就是以这样的一个道理来，就是我们推论，可是，人还是需要生活，还是需要衣食住医药。对，如果去界定了，我们的需要和贪之间有什么不同？万一说我们所有的众生都不贪，都不需要这些，是不是我们这个世界就不存在了？众生也不能存活下去了？这不会的。如果不谈，就是不是我们就是一个真实的情况，谈就是不是真实的情况。比如说，这个原来是这个我们
我们所有的共同所看到的这个杯子的样貌，我们四个人一起看到的时候，他看到他的真实的面貌。但是我们摊主的一个角度来去看的话，它本来就是一个100块的成本，我们加上了一个200块的，这个上面的我们就是加上去的加油添醋的200块的，这个上面的100块的成分是不存在的，我们利用自己的弹性来就是添油加油添醋的，还是再去那个执着它，它还是引起了我们在内心还是有嗔恨，一定会嗔恨现行的，引起了嗔恨，那就是嗔恨跟叹息这两个伴随而来的，那我们就零售着自己，所以说过得不好。所以说我们就是老师刚才所谈到的，就是那我们就是人别人的看法，我们的个人的看法不一样，那这样的话应该是变成一个全部都不存在吗？应该不会，不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一个一切法都存在，是一个角度，然后我们就是去对他的看待是另外一个，不要太 over， 不是说超过嘛，所以这个意思。好，我要请教我们仁真仁波切，贪是佛教所要对治的第一个烦恼，也是很严重的不善心所。那么贪到底是怎么来的？当然是贪，刚刚各位所提到的，我们这次发生的案件来看，贪是来自于这个金钱的过于的执着而来的。一般的贪怎么来呢？当然是所有烦恼都是从无明中升起，从无明中升起，无明呢不了解的状况，我们作为迷惑的状况而产生的。我们是欲界，如果是欲界的众生有欲望是正常的，这个不能说是不正常。以我们修行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尽量减少自己的欲望是我们的修行，是要修的。但是呢，修行人也是没办法完全亲近，这个短时间没办法完全亲近这个欲望。我们欲望亲近的时候呢，差不多我们说菩萨，到七地菩萨完全亲近也好。我们说现在我们还是未入道的时候，还没有到大质量道的众生来讲的话，有欲望是我觉得是正常的。但是呢，欲望的产生而发生很多事情。包括金钱的纠纷，包括这次我们所谓杀人命难等等，有很多这种事情产生。我这个是因为过度的贪着，我们要吃，我们在活在这个世界上当然要吃饭，要穿衣服，或者是在我们有过正常的生活，这个以我们一般的人来讲，这是佛教里面是允许的，不只是允许，还有你用什么角度去看，有生命的维持是佛教里面非常重视，很尊重生命。那生命需要的能量是什么呢？最主要是这个我们说意识中心，这些都全部是跟贪念有关系，跟金钱有关系。但是呢，这个如果是适当的用的正当，那我觉得是这个不违反佛教。因为释迦牟尼佛自己也要吃饭，出家人也要中午吃饭，这些都是来当时有的食欲，当然是有的。我觉得这次事件主要是人的贪念以外是非常愚痴，痴心造成的，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迷惑当中发生的。当然是有嗔的成分吗？有可能是有一部分，但是呢，我觉得是嗔的成分占的比较少。大部分碳的成分，因为迷惑、无明的状态所发生的事情，我认为是这样的。贪有的时候是临时起意的，没错。您刚刚有提到有无明的种子，是不是跟前辈子有关呢？当然有关系。我们所谓有些是过去人做的因，有些是今生的因缘和合而产生的，有这两个都有。但是从小都有这种贪念的，跟过去的习气有一定的关系。现在我们说临时起意也好，突然间动念不对劲，或者是判断错误等等，有这种的想法呢，当时所做的因有一个开始做一个新的罪业，这个因缘和合。过去已经过去了，过去已经过去了，怎么会影响到现在？当然，我们相信，人生的这个我们所谓
灵魂的存在，我们相信这个前世和来世的话，但是习气也是存在的。我们佛教里面常常讲的说，所有习气都隐藏在阿赖耶识中啊，隐藏阿赖耶识中，他看起来看不清楚，但是呢，一遇到对境，他就会突然间过去的所有习气统统都倒出来了。哇，好，非常谢谢。我们知道习气是由累世以来所形成，而目前这一世呢，是环境的刺激，环境一刺激就会让我们累世以来的习气种子起了现行。我现在要请教丹姐堪布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所有的众生都在追求金钱，我们的政府也是以经济挂帅为施政的目标，全世界的国家也都是以发展经济，以提高人民的所得，提高这个物质的建设为最重要的工作。我很纳闷，很纳闷，如果佛教都要去贪，是不是佛教的国家都可以不注重经济的发展，可以不照顾老百姓的生活呢？其实经济的一个发展，它经济代表了我们整个一个社会的它的一种大家的人心的一个变动，它也影响到整个这个社会的一个发展。那时候有参加一些课程，其实谈到说经济最重要的是我们对这个政府，我们对人民，我们对社会的一种信任感，那互相的人与人的一种信任，那它才能够真正有一个稳定的一个社会，那经济体才能够稳定哦。那其实那时候我听我们老师有提到经济学方面这些内容，其实我听到这一点蛮感动的，因为佛教呢最重要讲到的也就是人心的一种稳定。那其实像刚郑教授跟格西们都有谈到说，这个到底我们是需要还是想要，这两个其实要分得很清楚。那就举我自己的例子哦，那我也会要吃饭，但是有一次呢，我要去吃饭的时候，就去一家餐厅，就看到的广告说，哎呦，399吃到饱，那我就想，哎，贪个便宜吧，一点点的贪就出来了，那你就贪个便宜，然后还可以吃多一点，然后结果呢，399吃到饱，这个就是刚刚格西也讲的，心所的这个贪哦，它就是一种执着分别就出来了，那这个广告它让我起了这样的分别。那接着呢，轮回就产生了。为什么吃完之后吃太多，太饱了？结果我的身体，我就想，哎呀，糟糕，这个也又胖了，又不好了，身体也压力。然后心理上呢，刚刚仁波切也谈到那种，你那种执着的痛苦也出来了，又担下卡路里太高啊，很多东西。那所以就像郑教授提到说，现在政府的确他要考虑到经济的发展，但不要忘了，经济的发展在于人心的安定。那不断的一种向外的广告，告诉大家说要有钱是更好的，或者你一定要买到最新的东西是更好的等等哦，那其实会很危险，可能各种这种案例就会出来，为了钱谋财而害命等等。那其实就像刚刚格西有谈到一点，他说知足很重要。我最近分享一个故事，我碰到一位医生，这医生是香港来的，他是接生我的医生，所以他是全世界第一个看到我的。那很奇怪，那我们就有这样的因缘，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但是他每次来台湾，他已经80多岁了，他都会说要碰个面。那有一次他就很喜欢禅修，因为他觉得人心的平静很重要。结果他来了呢，我还想，哎，我多跟他分享一些禅修的技巧。听他听完之后，他说我也分享给你一个我这么多年来在做的。他医生本身也很有钱嘛，那他也是生活过得很好，但他非常的慈祥，他到处在做布施。他说他每天的一个功课是什么？他一早起来第一个就是，啊，我感恩我还醒来了，我感恩我还有今天这一天。然后他说，当他有一点点感恩的心，心就平静了。那我这也是刚刚听完格西讲知足，我想到这个故事哦。其实很多时候，佛教最根本的就是佛陀强调对老师的感恩，对众生的感恩，对所有的一切的感恩。这个感恩心，我相信在这个的女生的身上，她在当时可能只是充满了抱怨，她充满很多的这种广告的概念的各种这种
洗脑了，各种的分别心，各种的心所的贪的影响哦。所以我觉得政府应该做的反而是更多正面的新闻，更多正面的消息，这一点点的正面的用词，其实科学研究出来真的对我们的人心是有帮助的，平静是有帮助的。这样子是不是表示学佛人可以不追求金钱，或是不讲究经济的提升，而佛教的国家是不是一定都要比较贫穷？比如说东南亚的佛教国家相对来讲是处于所谓的发展中或是未开发的国家，又比如说西藏地区，因为佛教这样子的盛行，这个经济的开发相对来讲是比较慢一点，这个是不是跟佛教的信仰有关呢？我们看西方的开发国家啊，都不是信佛的，而信佛的国家是不是都必然比较贫穷呢？这是问我啊，是贫穷。我常常现在觉得，就是那种外向上的贫穷跟内心的贫穷，我觉得这个要分清楚。那就像我当时一到尼泊尔，到了藏传佛教出家学习，我一直觉得，我来自一个很富足的国家，我到了尼泊尔的一个好远的山上。那当时我会觉得那里的生活，我以我站在我的富足的从小的台湾的生活，包括我们家庭的生活，我会觉得啊，那些喇嘛好可怜哦，他们怎么那么都没有衣服，都没有什么，就吃的也都是那样子，我们从早到晚都吃马铃薯。但是呢，但是我发觉他们喇嘛好开心，就是它是一种自在，也不能说开心，有点太这个词被滥用，应该说他们很知足，他们不会抱怨。然后这反而是让我学到很多这种一种心灵的富足。那我觉得这反而是因为全世界现在现实上来说，经济的帮助绝对都可以帮忙得了贫穷的，富足的人可以帮助贫穷的人，现在很多慈善事业我相信很多人都在做，不只是佛教。但是真正欠缺佛法的，它的更强的地方是心灵的富足。那我觉得这是有钱的人可能也需要，贫穷的人也需要，任何人都需要。我觉得佛法它可以站在一个更广的角度，那帮助每个人都富足。我觉得富足有一个帮助是，有钱的人他富足感恩了，他一定会关心到穷困的人，穷困的人呢也很重要，他富足之后我觉得社会会安定，因为贫困的人还是多数，就是说，所以我觉得还是佛教他从心去讲的时候，那种安定啊，他来自更深一层这样子。我要请问仁波切，佛教都讲修行，都讲知足啊，所以是不是会让佛教徒在工作上面呢没有那么积极啊？这个问得很好，哈哈，教授很有智慧，常常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一个事情。再次刚刚教授有提到是佛教的国家是不是贫穷，以历史来讲的话不是贫穷啊，印度也是最强盛的时候是佛教兴盛，蒙古最强盛的时候是佛教兴盛，大唐盛世也是佛教兴盛，西藏占卜王朝也是佛教兴盛，清朝也是佛教兴盛的时候。No, 啊，不能这么讲啊，算是啊，这个是因为国家兴盛，所以以国家的力量来支持佛教，是佛教兴盛，而不是因为佛教兴盛才使国家经济发达，也可以怎么说啊？对对对。但是呢，在这期间，这几个期间呢，当然是佛教也比较兴盛，是国家互相，我想是帮助。比如说蒙古刚开始打下天下以后，他不知道怎么治理国家，这个也是蒙古的很多故事里面有记载。我自己也是算是蒙古，有蒙古的血缘。哦，但是你有蒙古人。但是，对啊，但是在这个时候，他邀请道教的道士，也邀请很多佛教的，他们说治理国家要靠佛法。为什么靠佛法呢？人民安定，刚刚这个丹吉堪布提到的，有经济安定先有人性安定，不然的话大家都会逃跑了，有钱的人全部就是跑到别的国家去，因此呢人性安定需要佛法。因此呢这个经济发展和我觉得是这个佛教
心生，也是我觉得是有一点的关系，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第二个，你说会不会积极，佛教人会不会积极工作？佛教里面常常讲精进，我们六度波罗蜜里面就有一个精进，精进但是呢对善的欢喜心，但是对善有可能很多种角度去看。佛教是叫我们精进修行，并没有叫我们精进赚钱。不是，离众生也要精进了。离众生的话，这个是需要金钱的，需要金钱，需要布施。因此呢，释迦牟尼佛所讲的是六度波罗里面第一个讲的是布施，布施里面第一个大家都能做得多的就是金钱的布施，财物的布施。财务的布施跟金钱有关系，你可以说是我赚这个钱可以利益到很多众生，用这个心念吉祥的话，它是菩萨的行为。我觉得是这个不会违反的佛法。觉得是这个不会违反的佛法。因此呢，布施需要钱，为了钱而精进，这个是我觉得是应该可以做的。应该可以做的，不能说是佛教徒不精进。你老师说的没有错，很多地方就觉得我生活这样就满足了就好了，就像西藏一样，西藏也是，印度、西藏，我们这几个地方都是佛教徒大部分是他经济有一点的稳定的时候，很多人觉得我要修行，我要财务要布施，不要进一步的就发展或者是他的事业发展等等，有很多人有这种的想法，这没有错，这是有的。但是呢，刚开始的时候的精进，是我想不会因为信仰而影响。谢谢您。我想要再来请问我们格西一下。既然佛教徒是可以努力赚钱，是吗？可以努力赚钱，那这个佛教对于金钱的看法是什么？对于经济的看法？那很好，我刚才一开始讲的时候没有那么的，就是有点紧张的状态吧。那现在我就静下来，应该是想着说，我就想起来，刚才老师问的，所以堪布跟仁波切，所以全部都一起，集中在一起，都是意义在这个上面，我们就是一个主体上来去谈的说。它出来就是出现了它的意义，所以我们刚才他们讲的就是说，我们佛教最主要是跟这个金钱有关的，我们就是说贪心是不好的，如果要他不要贪着，太过度去贪着的话，带来反效果，就是我们带来不好的感受，我们领受者是自己，所以你就是过得不好。那我们这样的话，仁波切刚才谈到的就是从它的源头，它的渊源是什么，当然是这个是从无明而来的，依靠无明而来的。这个无明佛教里面四部中义的对于无明的解释有不同很多种。我就是以客观的角度来去解释的话，无明就是对于自己的对际愚昧的心所，是一个心所心往当中的一个愚昧的心所，这个它的作用。我们众生反复都有具备的这样的一个无明的状态。那我们就是举例来讲的话，对于这个杯子愚昧的话，你不了解，不认不出这个杯子来。那我们透过学习了解这个杯子的时候，那产生了一个了知杯子的智慧，产生的时候，自然就消失他的想法，愚昧杯子的无明就消失了。一模一样，法尘跟叶尘他们逻辑非常优秀的，他们定下来的一些的逻辑来我们去探讨的话，当然是我们就是要满足知足常乐，这个是讲法是非常正确的。比如说我们谈着，我们当然是我们需要就是工作了，我就是有的时候这里就非常有兴趣的，就是那个道家里面所谈到的，他也说提到说那个无所依有大患者，唯我有身，即无我身，无有何患。那我们这个里面所谈到的，道家里面所谈到的，还有另外一个入众论里面所谈到的，就是说他说最初说我执着，次言我所执着法，如水车转无自在。所以这个里面大一个是印度的大成就者，一个是我们中国的古老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老子，对他们两个所谈到的，我们的终身需要是身为一个人类甚至是动物都需要一个快乐，不想要痛苦，没有一个终身可以享受那个离受痛苦的，那都是一致的，这个是无可置疑的，一模一样的。那这样的话，我们该如何去追求寻找快乐？那这个时候谈到这个上面的话，那就强调说不要去贪着，
这个贪心是不好的。我们去贪着的时候，在内心现起了一个贪心是现起的，现起的当下当然是它已经留下来的很多的痕迹，这个是后遗症，是不堪设想的。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就巴黎的双尸案，这都发现这都真的是很不幸的事情，都是一开始他就是对于业因果愚昧的心所我造成的结果。他完全不知道我现在做这样的事情不好的事情，以后就他的后遗症，他的结果怎么样出现，完全是不知道。这个是对于这个部分是愚昧所造成的。第二个就是具足的一个贪心，这个他过度的去贪着，他把人家的财产占为己有的心态，那这样的话你就是完全是我们自己人被这个贪心跟无明困住了，你没办法淘汰，所以这个就鼻子牵着走，所以你就做出这样的事情发生的。然后我们刚才老师问我们的时候，我们需不需要赚钱，当然是赚钱。比如说我们养生活养活自己的身体是真的是很辛苦，一方面来讲的话，那第一方面来讲的话，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变化，没有钱就活不下去了。但是我们就是赚钱，但是不要太过度去执着，我的说法就这样。非常好的。对。这样子佛教所谈的都是解脱。对。就是从解脱的角度来看，既然从解脱的角度来看，对于经济的发展，是不是会有所妨害，或者是经济的发展根本不需要，我们只要知足常乐就可以了。那个不一样的，经济的发展是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就是需求解脱是另外一回事。比如说我们如果你一个修行者的，从一个修行者的角度来看的话，经济发展是他也就是想要看的东西。经济发展是对刚才Kenbo讲的一模一样，我们所有的老百姓也好，这个世界的人就是一定要靠经济就是生活。但是我们就是利用者一定要享受着，不要就是想要就是不满足的一个态度，过度的就是想要比如说奢侈的生活，就是追求世间名为利养，世间的荣华富贵。那这样的话你希望愿望就欲望就是越来越增，他的实力增强的时候，我们零售者就是真的是如你就是没办法做房是一件事情，如果就是没有办法达到自己想象中欲望的时候，那就他就是徒步欲解的感觉，那就是想了负面的事情。是，对。由于时间关系，所以我要请三位师父，你们一个人讲一分钟，如何将修行解脱与生活的快乐、经济的需求取得一个最好的平衡。我们先从堪布。我常常在想，我曾经有一个老师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我们现在常常都会想的是眼前的事情，比较短的想法，短视的想法。他常常说，如果佛法是要在50年后、100年后，这个佛法的意思就是新的寻找新的快乐的方法，你要在100年后还要让它延续下去。换句话说，你要让地球的资源、整个的环保，整个这一些，你要能够在100年后的孩子还能够怎么说享受到这一切资源跟快乐的话，其实只要稍微把心放远一点哦，就可以想到我们的欲望造成的灾难有多大，包括各种的环境的灾害，那个其他经济社会都别谈了，连个生活的地球都没了。所以我觉得这种感恩地球的心，或者一种长远的心，为了未来的孩子，大家都有孩子，为了未来的孩子多去想的时候，眼前的欲望可能你会暂时愿意放下。这是我的啊，谢谢。我们请问中不请哦，取得平衡，取得平衡，怎么平衡呢？用观念上面平衡很简单，行动上面平衡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有时候是我们的行动不跟着我们的心走，就像刚刚堪布提到的，有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东西有对身体有害，但是呢明明吃这个东西，这个观念里面已经知道了这个有害，但是呢吃的时候因为你味觉所迷惑，你就没办法控制。如果这种情况下需要什么，用什么方式平衡呢？观念上面的平衡，当然是以菩萨乘的角度来讲的话，
经济的发展也好，金钱也好，很多都是我们要修复残局，这里面在修复方面是需要的，这里面修复方面也是有金钱也是需要的，但是呢怎么平衡呢？用观念上面，我做的是利益众生的事情，当然是以众生为着想，这是第一个。再来呢，行动上面呢，当然是自己定一个目标，如果个人的话自己定一个目标，如果大众的话应该是有对于价值观对教育部这种有些大单位告诉大家说说这个价值观，这个很重要的。如果是这个价值观上面迷惑的话，大家都是对过于的执着，最后就会发生不平衡，我觉得是这个。哦，你的意思就是从教育改变观念，教育改变。好，我们格西，那我们刚才所谈到的就是说我们都是一个追求快乐者，那我们是多多去思维，反复的思维，正向的去考虑该如何去追求那个快乐，我们就是该如何去承办快乐的因素才能得到快乐，我们该如何去消除痛苦的来源，一定要消除痛苦，对这方面就是我就是强调的，就是一定要多多去思维听闻，这样的对自己有帮助的。那我们每一个人都就是想要追求解脱轮回，但是解脱轮回就是解脱，也是我自己心里讲的，就是不同的很多的层次。如果今天就是一个非常那个陷入困境当中的一个人的话，他马上干脆这个时间就是心里赶上，往好处想，马上就赶上一段时间，这个期间你赶上心态，消除了这个困境的话，那个也是小小的一个解脱了。解脱有不同的很多层次，所以我觉得解脱轮回，通常我们讲的解脱轮回是另外一件事情，解脱是还有很多的层次。啊，谢谢。我们得到一个很简单的结论：所有的经济活动或是所有人类的活动，都是为着追求快乐、追求终极的解脱。对，谢谢大家。我说有感觉，人已经存在了，还有什么逻辑啊？没有逻辑，开玩笑，没有逻辑就陷入困境当中了。哦，就那你们陷入困境？当然一定有，对对，一定有。但是你有逻辑还是陷入困境，但有逻辑还是没有的话更不用说，更何况困境困境所束缚，这是都束缚，这是最束缚。谢谢谢谢三位，谢谢谢谢教授，谢谢老师，真的非常太了不起了。我是你们的学生。不会不会，我也是你们的学生。那我都不懂。当然懂了。三人许必有我师。哇，你看出口成章，出口成章啊！哇，比我们中国人还厉害。